我知道一直以来你都把我当成你的亲弟弟。我的小木木，你来接姐姐啦。我也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取代小天哥在你心中的位置，但是我还是愿意为你做任何事。你松手啊！你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？我不是小孩了，愿意随时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。靠近舒亚王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站住！苏亚王，你一定要幸福。